this feeling. Love isn't season. Let's take a drive down to a place where affection grows. And your heart will know. Let's go down to a place where we stand face to face. I hear you only sign your name. A man shakes your hand and a kiss. Ooh, we're the same. Our lives begin that day. We're the same. Our lives begin that day. Let's turn the lights low. Defy what we know. I've got a feeling we're not the first to cross this road. So I've been told. Let's risk the quietness. Take a chance on happiness. I hear it's only a 9-month wait. A man shakes your hand then a kid. Ooh, we're not the same. Lives begin that day. We're not the same. Sell it all for a tiny Eskimo coat. 大家晚上好呀，现在是3月29号的晚上，已经7:30了，但是这边呢还没有天黑，没有完全天黑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甘肃省的兰州市哈，兰州市下面的一个镇。今天呢我们晚上呢做了两道菜，大家给这两道菜起起名字。百合炒年糕，也就是百年好合，猪肉炒百合，大家想想这个名字叫什么呢？猪年百合。说实话哈，我虽然走南闯北，但是我没吃过百合，以前也没见过这种食用的百合。这里的百合呢，据说是全国唯一的食用的甜百合，据说其他地方种的是苦的和微苦的，微苦的那种呢主要是入药比较多一点，然后这个百合呢据说是在广东啊还有江浙那一带销量比较大，那边人结婚的话基本上都会点这一道菜，就是百年好合。这个百合呢生的时候，生吃的时候是有一点带甜味的，然后这样炒了的话就没有甜，它是一半一半的，就像那个小洋葱一样的。在市场上，在外面哈，据说外面百合卖新鲜的百合20-30块钱一斤，那我今天买的呢是在镇上的一个菜市场买的。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在这边的饭店你点不到百合吃哈，就是兰州的饭店，兰州又称百合之乡、百合之都嘛，但是在这边的饭店就问人家，他说没有百合，他说这边人当地家里面都有很多的百合啊，一般到外面来都不会点百合吃，所以呢我是特意去外面这个菜市场买的。我这边买的价格呢是10块钱一斤，它的这个个头比较小的，就属于小个头的。我们这几天呢也到田间地头去转了一转，转了几个乡镇啊，种植百合这边这些乡镇去转了转。我们前面的是米业讲哈，有个农民讲这边的百合长的时间要种9年，为什么说9年呢？因为它是一茬一茬的，它倒茬。就如果你从最小的种子这么种的话，就是很小很小，跟花生豆一样的种子开始种的话，那么种到这么大一颗，就是需要最少啊8-9年这样子。那现在一般农民他们都不这么种了，不去种那个小的了，不去种直接种大的。那如果种小的是怎么种的呢？就是3年一倒茬，把这个百合小的种子种到地里面以后，3年你把它挖起来，因为3年以后这个土地可能就没有养分啊，没有这相关的，就把它挖起来，然后晾一晾，换一块土，再重新种下去，再种个3年，也就是总共要倒3茬，
才能上市到市场上去卖的那个大颗的成品的百合。那现在的农民呢，一般都不会去种那么小的种子了，他们直接种这个稍微大一点的种子，大点的像就种大的种子。这种大的种子呢，一般就是三年收获，两到三年，就是兰州这边的一个情况。那像其他地方种的百合，可能就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了，有些可能一年啊，当年就收了，长的就两年收。像兰州这边的土地呢，主要就是种在这种黄土高坡上面啊，是比较缺水的地方，土地呢稍微也比较贫瘠一点，所以种大的种子就三年，种小的种子的话就是要种两三茬，也就是他们说的八九年的样子。据我现在了解到的，因为我问了蛮多人的，还有包括他们这边乡里面的一些领导，大概问了一下，他们这边一亩产啊，好一点的亩产两三千斤，这是在好的情况下，但是他们的收购价格比较低哈。我们在市面上，比如说广东啊、江苏啊这一带买的话，可能二三十块钱一斤新鲜的百合，但是在他们农民里面的收购的价格就比较低了，只有几块钱。在上个世纪的时候，百合的价格比较高一点啊，最贵的时候他们的收购价格都已经十几块钱一斤，所以那时候农民基本上种植比较积极一点。但因为现在价格只有几块钱一斤了，我们也看到这边的土地很多都已经荒置了，因为收购价格太低了，所以当地农民就不愿意种了。像他这边的土地呢，前这个一两年地里面就会长满了杂草。像我前两天呢刚好路过一个村的时候，看到这边刚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是在烧荒，最后我在这边停留了一下，发现他这边火势最后直接就失控了，烧到村民的房屋那边去了，因为他这个地里长满了杂草，真的是没办法控制。然后我们在村里转的时候呢，也发现这个村的电线杆上贴这个告示，就是承租土地的告示，但是他们这个土地的租金真的非常非常便宜啊，才100块钱一亩。虽然土地这么便宜啊，据我观察下来，像他这边的话，就是你租了土地也没用，因为他这个土地实在是不太利于这个机械化的大规模的种植农作物。一个在山坡上比较缺水，而一个就是这个坡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陡，机器肯定下不去的。像他们当地的农民自己种地的话，就是用这个人工拉犁的方式在这边耕地，那只有像这种承租的土地、承包的土地呢，才会像用他们这种小型一点的这种小型的机器，请人工来干。像我们前面的视频也问了他们这边的人工的价格，请人干活的话一天也要100多块钱，所以这个土地的话不是很好利用啊。然后加上隔壁新疆的也去种啊，还有其他的地方一些扶贫的项目，他们也都上了这个百合的种植，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比较耐旱的哈，就是土地再贫瘠一点的地方种也都没关系。像新疆那边也在种这个东西，所以这几年兰州百合的价格是越来越低了。本身要种植，像兰州这边要种植三年，收购的价格又不高，才几块钱一斤，是吧？这个平摊下来每年的收入就多了，所以这几年呢，这边的土地就闲置了蛮多的。那这些农民呢，有的就出去打工了，或者搬下这山了，山上住的人也会越来越少了。像我们前两天看到这个村里面着火的这个地方，被烧掉的那个房子呢，其实就是没人住的，已经是闲置的了，没人住了。兰州这边种植百合的历史好像是从清代开始的，也就是说他这边种植百合已经种了几百年了，也算是当地人结合他们这个地形、地貌、地质、气候种植这种农作物吧。怎么样？听完我的讲述，对兰州百合有没有一点食欲呢？赶紧出去看看你附近的农贸市场或者饭店有没有卖百合，然后是兰州的百合还是其他地方的，是甜百合还是苦百合，是新鲜的百合还是百合干。那要想吃到新鲜的百合，要想它的口感好，那就需要冷链运输，所以它才会在当地的收购价几块钱，然后你去到你们外面买的时候要几十块钱，二三十块钱一斤。那还有一个就是百合干，百合干的话主要就是他们是煲汤用的，银耳百合汤啊这一类的东西，就是煲汤用的，两种用法。我个人感觉哈，新鲜的可能会好吃一点。哎呀，像我一般去到当地呢，都会买一些当地的酒来喝哈。但是今天比较可惜，我们去的那个镇上买的话，没买到当地的酒。有首歌怎么唱来着？太过清醒怎么陶醉？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么说的，当你喝得晕晕乎乎的时候，眼中所看到的一切都将变得美好起来。最近的生活比较沉闷，需要一点新鲜的东西了。其实除了我们自己炒的百合，我还买了一只烤鸭，放在微波炉里刚刚打热的，趁着吃，趁着吃。人生就是吃吃喝喝，哎，我记得有部电影里面的台词就是累累啥累，糊口啊大哥。